呢一代二代望上去冇咩特别，其实全部都系可卡因尼。警方毒品调查科联同海关喺上个月16日采取联合行动，发现有人企图透过南美运入520袋报称系鱼粉嘅货物嚟港，当中混入咗可卡因。调查之后发现一共有100公斤嘅可卡因，市值1亿元。而喺星期三，警方展开咗收网行动，分别喺粉岭坪斜、元朗高埗村同埋旺角拘捕咗3男1女涉嫌串谋贩毒，当中就包括75岁嘅女主脑。其中警方在高埗村截查目标人物的时候，一个57岁的男疑犯激烈挣扎，他企图揸车逃离现场。当时在场的3名警员随即就制服了那个男人，而大概20分钟之后，那个男人就陷入昏迷，而那名疑犯被送到屯门医院抢救，留意一日之后，去到星期四证实不治。初步我哋嘅调查咧，相信咧呢名男子患有心脏病。而探員亦都喺佢個座駕私家車入邊咧，揾到一支用以緩解呢個心絞痛嘅噴霧。大約咧就係當時咧就係佢初步都好合作嘅，直至到咧我哋上去搜佢架車嗰陣時，喺車上面佢突然之間作出一個反抗。咁啊，我哋喺車上面咧，從佢做一個糾纏，咁啊最尾就制服咗佢。之後佢繼續坐喺架車嗰度，20分鐘後咧，佢就喺度就昏迷咗。案件目前交咗俾新界北总区重案组跟进，警方话会进行全面同埋深入嘅调查，并且会向死因裁判官汇报。而行动中有3个警员受伤，佢哋全部都已经出院。牙齿变长咗，可能系牙肉萎缩，快啲用色齿味极物洁净啦！牙肉萎缩咗系生唔翻噶，提早用色齿味极物洁净啦！警车的车头撞到严重变形，附近的2支交通灯柱和指示牌亦都被撞烂。星期四凌晨4点，一架警方军装巡逻车沿薄扶林道往香港仔方向上斜，驶到近山道交界的时候突然间失控，撞向路中心的交通灯柱和指示牌，再冲前大概10米之后先至停低。车上面的警员没有受伤，交通警到场接手调查事件，列作交通意外，冇人受伤，涉及警车跟进。突破比赛咁多筹码组织物，自然系关赌博事啊！屯门上年年底发生多宗涉及3合会嘅暴力案件，警方派员去到多个非法场所放蛇，上个礼拜五同埋礼拜六采取行动。我哋发现啦，呢啲不法分子咧，主要收入来源咧都系嚟自一啲区内嘅非法场所。包括係一啲非法嘅賭博場所、無牌酒吧，更甚嘅話，佢哋係會為客人提供毒品俾客人吸食嘅。行動中，警方盜破4間非法賭檔、3間無牌酒吧、1個毒窟，檢獲市值大約10萬元嘅賭具、酒精同埋毒品，拉咗101個人，年齡介乎18至86歲，各人涉自稱3合會成員、藏毒等罪。據了解，今次警方打擊嘅係黑幫新義安成員。平方蚀样，原价2980嘅门票，有人2000元蚀住放。由球王美斯领军嘅国际迈阿密，星期日将会喺香港大球场同香港队踢表演赛，唔少球迷都好期待。黄牛党就梗系想乘机赚一笔啦，结果就净系闻到一阵窿味啦。喺旋转拍卖平台 Carousell 可以见到，唔少人都标明平方。亦都有人买3送1，出售原价4880嘅门票，同一个价位更加有人以4880元2张半价直出，就连第一行嘅靓位都要65折大减价到3280。其实呢场表演赛12月15日开售嗰阵，净系用咗2个钟就已经全部卖晒，之后唔少网民就喺网上交易平台放售门票，部分更加一度被炒高到2至3倍嘅高价。不过随着文体旅局局长杨润雄早前宣布，市民将可以透过免费电视欣赏赛事直播，就出现怀疑炒窿飞的现象了。工人头部流血，有肩位置亦都受伤，救护车将他送到屯门医院抢救。天水围桥昌隆一个地盘在星期四上昼发生工业意外，据报工人被重物击中砸住了，发现他的时候已经砸住了几分钟，工友于是用机器吊起重物为他解困，并且报警求助。
警方将事件列作工业意外展开调查。呢度有，呢度都有。警方在星期四朝早接报，指黄大仙祠对开被人淋黑油，警员到场在祠外面的行人通道发现地面被喷上多组的字句，其中一组是涉及光时口号的喷字，占地面积大约30米长乘半米阔，警员拿黑色胶袋将他们遮盖，又拉起封锁线禁止行人行近。调查期间，警员再发现附近有其他的字句，包括牌坊外面的光时字句，同埋黄大仙中心外面地面亦都喷有台湾人靓的字句。不过经过调查之后，据了解呢些字句其实早在2019年已经喷在地面上面，之后用油漆遮咗，怀疑近日油漆剥落，先至显露翻啲字句出嚟。事件并冇可疑。但係應該都落多啲先下嚟嘅，過程有時你睇就睇完就走咗去，你唔係買嘅。星期四上午11:00，深水埗北河街96C 地下一间开业了56年的金行，被一个身穿黑色装束的南亚裔男贼人假扮顾客，抢走了一条大约20,000元的男装金颈链。老板胡先生说对方很斯文，冇钱冇气，过去亦都曾嚟过几次。警方将案件列作盗窃案处理，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三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2019年七一冲击立法会案中，六个人早前否认暴动等罪，其中四个人礼拜四被裁定暴动罪成，包括艺人黄宗耀。判词提到，黄宗耀声称入立法会是想着将充电器交给在场的记者，但是法官质疑他是知道立法会已经被示威者占领和破坏，警方亦都会清场，而他在会议厅期间曾经拍一个示威者的膊头，又同他拥抱。法官认为他的举动明显是表达支持和鼓励，亦都显示他有参与暴动的意图，最终裁定黄宗耀暴动罪成。另外两名被告是时任记者，法官说不可以否定两人当时的确是采访拍摄，亦都找不到他们任何协助或者支持暴动等的行为，最终判两人暴动罪名不成立，不过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就罪成。案件押后到2月6日和21日求情，并且定于3月16日判刑。望一望个镜头就可以确认你的身份，生物认证虽然是很方便，但是千祈不要随便咁登记。这个叫世界币的机构就要求注册人士提供他们的虹膜信息来到分辨是不是真人，成功注册的就可以免费得到虚拟货币世界币。在个人资料私隐的角度来讲，虹膜信息是生物辨识资料的一种，生物辨识资料是独一无二和不能够改变的，可被视作敏感的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关注世界币在香港的运作涉及严重的个人资料私隐风险，并相信有关机构收集和处理敏感个人资料方面可能涉及违反私隐条例的规定。公署礼拜三根据法庭手令去到世界币分别位于油麻地和中环等六个处所进行调查，又要求有关人士交出相关的文件和资料。公署又说他们无权禁止处所营运，所以只可以呼吁市民要小心一点。市民在提供自己的生物辨识资料之前，应该先考虑有关机构收集这些资料的合法性、收集资料的程度、目的、这些资料的用途、可能会被披露或者转移的对象、保留期限和机构对这些资料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农历新年就到，当然不少得买盆莲花迎春，兰花大王杨小龙今年就在维园年宵投得11档。总过来说，经济差了，但是
對買一盤蝦咧都唔會點慳嘅。我見到而家往年嚟買嗰啲一盤十支八支，今年係照教嘅。今年嘅銷情應該冇問題嘅，即係特別香港人咧對呢個蓮花好重視嘅。楊小龍話：今年嘅蘭花係優良品種，而且售價同往年一樣。自己喺香港呢度種植咧，應該都賣得曬嘅。我哋温室揀咗啊，有幾多棵就賣幾多棵，賣曬就冇噶啦。而家咧，到而家咧，目前到而家，所有我種嗰啲賣咗一大半噶啦。不過今年維園年宵新增高度限制，超過三米高嘅攤位要揾合資格人士提交構築物安全證明。地方細啊，擺唔到幾多盤，要搭兩層。而家個鋪租已經係高咗好多啦，你再去揾嗰啲工程師簽咧，又要幾皮嘢。啊，咁點可以去做到嗰啲咩年宵？好難做而家年宵。蘭花大王教路，市民買花之後應該盡快翻屋企將盆花放好，以免啲花喺密封嘅空間焗親。天氣凍亦都唔好淋花，如果水温低過20度，就開唔到花噶啦。